这是我很荣幸能有机会成为 Music First 慈善行动的筹委会成员之一，并为慈善音乐会做一份力，推动音乐教育，推广音乐表演和支持音乐的传承，一直都是我所乐意所做的。我很感激能够透过我在香港演艺学院的工作坊，为香港一部分最优秀的年轻音乐家做出一些辅导及指引，令他们在音乐上不断的前进，这种支持是十分重要的。这一次有那么多人能够聚在一起为这件事而努力，我感到十分高兴，也体会到音乐是如何把快乐带给大家的。最后祝愿这次慈善音乐会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Mr. Marcy and Mrs. Michelle Andre, it's giving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.